国一直爱选总统安尼就对吼。这是民众党，就是国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铁，2016年啊，个咧做台北市市长临来的时阵接受访问，啊，伊就直接讲，讲中国一直爱选总统安尼就对吼。啊，郭文铁呢，长啊，就开始拗啊啦吼，来拗讲啊，这断章取义啦，什么种种啦吼。但是去用发现讲访谈的内容发布的时间呢，转来这个就做啥对郭文铁的整个这个面吼，甲郭董拢总大大大的甲渗透落去安尼吼。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呢，柯志杰今仔日吼，啊，就咧讲郭文铁甲中国互动有三个观察点吼，真侪现象，其实郭文铁早就已经暴露出中国爱伊选总统有黑。嗯，有黑，我讲这句话是有黑，有对党的就对啦吼。讲未来呢，蛮不利啦。那是许个郭文韬这个人做着总统的话吼，我看台湾的主管可能就作假啦啦就对了吼。咱那个看卖这新闻，我那个倒翻头，甲倒读一下安尼就对吼。这个郭文铁2016年接受到这个台大医讯，而且叫做访谈安尼啦。啊，这个访谈内底，伊咧讲讲，伊家己应该是未去选总统啦。啊，虽然中国去方面一直要叫伊选，哦，安尼啦，吼。啊，这郭文铁这明明的白纸黑字拢写伊啊。一个是台北市长的时阵呢。对。啊，迄个时阵2016年的时阵。刚刚嘛是咱那个六陪的时阵咯，十六年，嗯，个生活嘛，应该咱阿个六陪的时阵就对啦，我感觉是，迄阵阿未个对伊只反感，可能二十二三，嗯，十六到二十二点零，嗯，阿翔啊，伊迄点是，十六伊就掉啊嘛，掉啊嘛，系啊，阿来伊就系十八，十六掉了后诶十四掉嘛。哎，就是聊了十八年，系啦，十八年十八了二二嘛，啊二二即马来伊落来啊嘛，无来了即马来就二四年那个分总统，对啦吼，所以迄个时阵等于伊多打，头一年去哩两年俩，系啦，都等咧红的时阵啦吼，但是迄个时阵我印象中迄个时阵已经互咱发现着讲伊咧跨宋初鲁的时阵，头壳蛋蛋个小跑步安尼，对，有无吼？拿宠物安走去宋初鲁的边啊？你今麦不讲我个别记者啊？所以阵咱就感觉这个人怪怪啊吼。好啦，嘿，过去事也不管，咱今麦来个讲吼，就是讲啊，这个瓜分这东西啊，因为亚那呢，伊办迄个乡下论坛啦，所以甲中共呢有交叉到了对啦，吼，有沟通到。啊，中国方面咧甲问讲，过去台北市的市长想要选总统，啊，但是呢，这个就做啥呢？伊回应讲，伊迄阵当咧做市长，未选总统啦，吼。但是呢，有网络的朋友真紧，就将着当时啊，这个2016年的迄个台大医刊，诶，这个就做啥呢？电子平台顶面呢就吹掉啊。这个传奇的时间是2016年的1月24号，就完整的这个做访谈的记录就对啦，吼，就完整访谈的记录。啊，这个就做啥呢？郭文铁讲，迄是2016年9月份。做访谈的，但是网络比如足厉害了，网络有一挂人除了像阿先啊看 A 片这种，是吧？人迄有诶，真正拢咧找资料，做咧找资料，哎呀，哎呀，你不讲诶，讲拖了。对，啊，咱这网络诶，这俩伊去找，讲唔对呢。郭文铁，你讲迄是2016年的9月份诶访问，但是因发现讲，这是2016年的1月24号。这个访问的记录早就已经传起伫这个叫做台大医讯，而这个叫做啥电子化的媒体上面。超过别个个规矩的。对，哎，这重点来吼。什么网络的人在咧问伊啊？问伊啊？1月24号的完整访谈，表示讲这个访谈绝对是伫咧1月初。对，
这是在讲讲的。系啊，啊所以伊即马熬过来伫九月份的时阵，伊就讲，啊你时阵因为举办双城论坛嘛。所以去的时阵，啊所以就甲讲安尼，含中国之间都有咧沟通啦，有咧讲话啦，什么种种安尼嘛。啊，但是人家查讲边明一月份就有啊，一月份双城论坛敢办啊？啊未办啊？未办啊？哦，对不对？啊未办啊？是啊，伊家讲安尼。啊，所以即马问题就是。现在人在问他，说你想要谈这个阿里白餐就对了。啊，对着这个这三呢，这个宰籍呢，这个柯地杰吼，民进党啦吼，按柯地杰伊咧表示吼，大家吼爱听郭文铁的讲话，啊，注意看郭文铁的行为了，对。郭文铁甲中国互动密切，有三个观察点就对了。三个观察点，第一。这个国党咧，俄国民党讲要去参加追求统一的海峡论坛，哦，这无甲你报吧？哦，人国民党咧，国民党去参加迄个，我无感觉啥话啊，用伊本来迄个通牌，对不对？唔对，伊本来就是要红通的牌啦，系啊，刀安排啦，对啦。啊，但是你国党，你也对人咧去，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郭文廷呢，甘愿违反议会决议，啊，坚持要去办迄个了做双城论坛。嗯，议会决议讲未使办那一款哦。议会阵呢决议是安那？你看，双城论坛要谈会使，哦，不是未使。当台湾，但是强辉啊。诶，胡林基，未使搁再继续伫咱台湾，咱不敢乱。卖当个乱啦！对对，伊啊乱，咱得爱停办。你一步用乱来要甲咱要甲咱压制，啊一步搁要用讲诶。对对对，啊这件代志，议会造成诶关于郭文铁无咧甲你信，伊照常坚持硬要办迄个双城论坛，上界重要就是安尼。啊，不要因某去提了银行破卡出来好看，嗯，我钱我家己开啊，双城论坛钱我家己开啊，啊，那这么变下笑，对啊对啊对啊，像闽南嘛，底下讲啊，这条钱嘛未收回来，那是怕笑啊哈，所以是安怎议会决议讲，只要强辉啊继续乱台，你得卖班，这里做啥都未使办，这里做双城论坛，结果强辉啊无人机愈乱愈侪家去，你嘛是坚持要办，而且大家当苏哥看嘛，嗯，你想一定要办哈。第三，去有人别讲挂门条，曾经宴请官方色彩，正当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做伙食饭，嗯，哦，即马柯地杰给你提出三项哦，两回，嘿，你讲中国企业官方色彩足当的这些人，你做伙食饭是要食啥？你是咧食呐？你唔能够讲我要去中国招商，我咪算到少啊！哦，对，哎，啊，你那瓜分条讲，我甲中国食饭，主要是因为我甲中国人都较黑，食较济，食得饱，好不好？加阮某坐边啊，食我就艰苦，食袂落，安尼我就叫体谅伊啊！你个冇歧视哦，对不对？啊，这所以这几只拢，这科技给他提出这三点，科技给你讲哦，这现象拢其实甲瓜分条。之前家己讲中国一直爱选总统，确实倒起来是会吧？对吧？倒起来是会吧啦。你讲我即马安尼台中朋友相亲时代，你个倒起来嘛是会吧？我想象嘛是有吧？是，对啊。啊，所以啊，未来啦，万不利啦，这个郭文铁呐，真正去选掉的话了，对啦。台湾的主权在伊的手内，绝对是一大挑战，对不对？哎，对，有可能就报销去啊，啦，哈。好，即马郭文条，你爱解说的有几样代志呢？嗯，哦，咱唔知伊这个人会去解说啊，未啦？伊即有当时啊，当着迄个记者来咧甲问问题吼。这问题吼，郭文条绝对有物件去学中国。诶，同埋佢哋感觉教我感觉，用一部，哇，人家啲喺度做啊，我感觉佢应该有出啲物件，佢又强会啊争掉佢，同时佢真系顺啊，你去接咩？等佢退工嘅，去啲下救人嘅，一个冇啊，你去接咩啊？咁是嗬，那你准咱比国民党加工，咱国民党佢赚一行啊，但是咱工资得翻嚟啦，我得翻嚟啲啦，你但能够退咧工嘅，工嘅去啲下救人，有咩唔对咧？哦，对唔对？但是国民党
嘛又个恢复个戆啊？阿哪讲？因为呢，家母迄只好好容易爬未起来。对啊，对啊。啊，爬未起来，你看国民党遐个鸡啊惊，怎么走去咧吹口？冇问题嘛。我想要跟民合作。啊，民进党之前甲国民党后头戆一届，互恁看啊。有影有影。已经戆一届，互恁看啊。国民党要笑甲讲，民进党戆戆啊，戆啊。对对对。啊，即马有一个即个国民党即马可以咧，开始变伊头壳顶。对对对。啊，即马因为家己个又发生即个代志哦，所以政治即个让呵。关门条你也赶回答三个问题啦。第一，明明一月二四号都已经完整访谈完的记录，你想那要讲这是九月份的代志，这个时间点内底有啥咪问题啊？或者考虑给咱个查看嘛？想那伊咧闪去几个月，没意义嘛？什么规格？这句话都真正都有讲出来啊！对啊，啊有讲出来了后，像那一月份那面代志，你要甲讲，伊在电视啊讲是九个月，当然伊当拗啦。嗯，也当讲啊，这代代遗传到九月份才看的啊。嗯，但是像那你未晓事先讲，其实早的一月份就访谈完了。对啊，对啊。你像那讲，爱等个网络的人去吹掉。那是什么原因？啊，是啊。啊，所以这段时间内底。伊可能为着要砍迄个所谓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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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迄个迄个下两迄个乡下论坛，乡下论坛，两段可能要讲乡下论坛，想要甲执做伙啊。我感觉是安尼，因为安尼执做伙较比较较有迄个理由，讲我有咧甲中国接触，诶，原因就是因为办乡下论坛。诶，啊，所以中国就甲讲安尼。对对对，无你拿照阿青来讲，人讲诶，九月份代代依顺有讲你要选总统哦。嗯，我阿祥外公，什么九月份啊？一月份我就接受访问啊，我就已经讲我要选总统啊。你都讲佮佮袂去啊？系啊，对唔对？我早就讲我要选总统啊，对唔对？但是原则上就是讲，这个点就对啦，伊可能无当解释啊。对对，这个时机点，这开始有问题滴了，无免用。所以用安尼拗了，起来讲咱网友起来厉害啊。起来查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当时就讲过啦咧。对对对对对对。哦啊，为什么哦？所以网络比如咧问你，高文条，你为什么要说谎？对对对。为什么要讲白贼？哈，啊，那是迄个这三呢？这个科技给伊讲的这三点，高文条加恁挂档，你买单出来好好啊，解说看嘛呀。对。第一。你是安那？我那要肯人去参加迄个海峡论坛，啊，无你较早你唔是讲你墨绿的？哈哈哈哈哈！马龙讲伊墨绿，对啊对啊，绿也佫无搞去墨绿，青也无搞去淡青，吼，我青到对边去，比我较青，一个佫就是甲中国共产党同款，啊，中国叫做国民党同款，未去参加迄个海峡论坛，足清楚嘛，迄个就统战的，你无错嘛，吼，啊，佫再来。就是讲，想要遮尔啊坚持要办迄个乡下论坛，办乡下论坛对伊个声望来讲，第一也无叫推广啦。嗯，好、哦，啊，议会讲，可能几若杯你就袂使办。嗯，想要你坚持要办，嗯，应该考虑一个问一句个。嗯，啊，想要林茂讲银行破啊，你家钱你家提来领，你想要买也无去领来啦。应该个搞问题哈，你是咧讲爽的，哦，对不对哈、哦？啊，佮再来就是讲，这个一定要好啊解说。对。宴请到中国官方色彩真高的中国企业做伙食饭，你是安那甲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够官方色彩，嗯，食饭领导的是咧食饭，大老板诶、欸，就拢老板的对啦，有钱人呢。对对对对，阿林到底是咧啊？不，你哪？你个走咧卖一口毛嘛？有，你哪讲跟台商，跟台商的企业做伙食饭，阿就台商，无啥物。但是伊这是中国企业，啊，这个不是单纯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冇民营的啦。但是差不多，咱讲真咧啦，中国你讲讲民营，我冇啥物。对啦，迄种，系啦，亲中的，你看我当然做个中国企业啦，对唔对？你冇看迄个咱大商企到中国回来咧讲啊，讲较大规模、有规模的企业，内底是拢爱设共产党诶，即个总部咧，拢爱设建双共产党诶总部伫内底咧吼。啊，你想咧砍因咧做即个，就做啥见面，搁兼做伙食饭。即几点好好啊回答，也啊记者咧问我，卖安尼一清彩安尼讲两句啊，安尼得啥？安尼就准帅，我意思是安尼啦，卖清彩讲两句，甲拄好调安尼啦，拄到闭面啦。
这我避免上好呢。伊这个人嘛，做搞避免。哎，都我知。哦，对不对？人家问，人家问，问到好。伊的拍摄当当受气啦。哎，对，会安尼。伊的拍摄，国贸会，可能该突破，突破了，伊拢受气了，对啦。伊一定安尼。所以啊，迄个民调讲，国民党的支持者有偌济可能会支持郭文韬啊？迄个做民进党的支持者讲有偌济会走去支持郭文韬？我坦白讲，我看到这我拢笑笑。真嘛真嘛，以前咱卖讲，真嘛会去支持郭文韬？你甲我讲，迄叫做民进党的支持者。我现在讲讲诶，我无个尊圣。我到底不是用心，是被。哎呀，我无尊圣这事啦。那郭文韬早得已经，那个人民目拢看清清楚楚啊嘛，对不对？哈。虽然是比较政治人，佫较清楚早得个看出来呢。晓啦晓。虽然咱有较慢熟啦，但是有那是算早啦。男生炸，男生炸，男生炸，但是向平面混渣版，头还是平尾啊平啊，所以那还是镜头啊镜头啊，那我卡蛮平啊那年，那跑还蛮没混渣版，啊咱炸去用平，咱炸个车哩，所以咱头个阿个比人较好诶，对啊对啊，铁渣那跑，甲卡瓦那跑，拢是叫那跑，系啦，啊铁渣好平诶，甲铁卡蛮好平诶，拢同款诶，哈，好啦好啦好啦，啊这个问题哈，这个怪。现在民进党开始有在找他的一些对对对，这样现在好的已经不用想到怕了，不是不用想到怕，现在是慢车到怕，慢车到怕，他一旁他不能杀到不用想到怕，他就目标抓过来乖啦，看民调变成怎样，我跟你说国民党绝对内部在做民调，他们自己真知道，民进党内部也是一定在做民调，他们自己真知道，都真知道，所以民众的专用怎样该怕什么人，起码爱小我聊好啊。对啦，对啦，对啦，这目标拢一定是对民调，民调咱虽然定定咧讲参考，但是伊参考就是提来创啥呢？出咧参考讲话真的两怕。是啊，啊你卖讲人家迄个总统候选人家，因咧竞选团队啦，啊是党中央啦，啥中央各党各政党有咧做，立委家己都咧做咧。立委家己咧做啊，啊，唔只有立委伫咧所在咧哀啊，对唔对？讲啲好友爱换掉啊，什么种种话，无啊无就75%啊，什么啊？即嘛民进党就是足惊，伊真正跋落15%以下，15%啊，伊若跋落15%以下，万不利国民党来换咧。爱那个精雕贵大名的，唔知安怎我唔知啦，我是唔知呀。万不利精雕是贵大名，阿咩阿奶是唔知呀，啊但是。郭文韬拉鲁格，嘛，迄个校友拉鲁格话，郭文韬，郭文韬大只扣扣，伊扣掉，要扣山呀，一定要别扣啊，都变成是安尼啊，吼。啊，伊怎啊，伊怎啊就穿起来咧，伊怎啊面条就浮起来，啊浮起来，中央谈面都有变有变啊。有，所以对校友，咱即马都啊网啊定掉遐，你叫做拍怕，要怕唔信，啊但是新闻都偏偏出来看，看迄网民的伫个状态。啊，好啦好啦哈，安尼。好啦，啊，这个郭文韬的代志，我相信以后会愈来愈侪逼出来了，这个哈。来，咱来经过政治这个物件，只要记得这样代志，反走过必留下。真正有影。我尤其咱台湾的网络有无哈？不是强威啊，迄个会当管制。咱台湾的网友，那是要查资料吼，伫网络咧查，哇厉害的呢，你知影？哇厉害！有有，好啦，来，谢谢哦。0800-0500-6688哈，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随个倒腾来。